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来谈谈妇女朋友最关心的美容保健方法。利用我们刮痧丝巾啊，可以达到美容效果。比如说你脸部粗糙，常常利用我们刮痧板轻轻在皮肤上这样刮一刮，皮肤自然容光焕发。常常刮痧没有异味纹，常常刮痧呢，它防止老人斑。尤其常常刮痧的话呢，他呢胖的人呢、就会达到这个苗条的身材。尤其呢，你早上起来或是晚上时候洗澡的时候，每天花费5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，你全身刮拭，阴阳经脉刮拭，不但健康，而且呢会预防感冒。不妨呢，你可以试试看。